来说安妞安妞哈塞哟，我来自 JB 靠近新加坡。得，唔使咁紧张，我知道你唔想睇到我唱呢首歌，唔系我唱嘅，真人嚟咗现场啊！安妞哈塞哟。OK， 跟我们讲一下，今天你来到我们 MyFM 要做这个线人专家，你要想起要想到要线谁吗？其实我想要弄这个黄明志。那你要怎样去线他呢？想要跟他表白。咁大镬，冇错啦！我哋咧阵咧就会打电话俾黄明志，同佢讲，其实咧呢个网络女神咧系对佢有啲啲咁嘅感觉嘅，又睇下佢点回应嘅喎。Hello， 明志啊，我是谢草啊，我要问你一些问题。啊，什么问题？你要借钱呢？不是。其实你觉得我怎样啊？这样啊？这样是怎样呢？讲一点形容词可以吗？就是收收这样啊，喂。OK 啦，这样给你打分了哈，十分你打几分这样？十分打几分？啊，没啦，我只是无聊找你讲话，你不要想这样多，你知道没有 ？OK 啊。十分。6.4分哦。6.4分，怎么嘞？这样比较可以进步吗？打这样高分，等下以后进步不到怎么办 ？OK 咯，其实哦，你不要吓到啊。还其实我喜欢你很久，你可以接受我吗？什么？你很大声，我没有听到。我讲，其实我喜欢你很久，你可以接受我吗？那是不是在录音的时候？真的。你不要生气，你不要生气。我知道有点夸张，因为我跟你的年龄问题，再加上我跟你的身高问题啦，所以你现在讲什么东西？其实我听不很清楚。我讲。你慢慢讲。我讲。讲话清楚一点。我讲。这种东西这样难清楚啊！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。你不要生气啊！然后我知道很奇怪，因为我的年龄还有再加上我跟你的身高，可是 as serious， 那时候你帮我写《马来西亚杂报》的时候，我真的很感动，真的，只是我没有说出来，我。可是你爸爸讲说要我顾你，不可以自己跟孩子谈恋爱什么的，可是你这样喜欢我，这样我要跟你爸爸讲吗？不要！我们两个人的事情，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，可以不要这样子吗？你要拒绝我的话，不用紧的，你就这里。可是当然你接受的话，我也很开心啦。不过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。没，你不要这样嘞，我很紧张的，你要讲话。OK， 我不要讲那么多东西。OK， 你先回答我啦，这个你回答我。你对我有没有至少一点点的感觉？你是认真的吗？我是女孩子来的，我要开口讲这种东西已经很难了。你觉得我是开玩笑的吗？你不喜欢我就讲啦，怎么你要这样子？你到底是觉得我有问题还是什么？你讲啊。你很好啊，很好啊。这我也是不介意年龄太小的事。这你为什么不喜欢我？我靠！没有，你不要哭。我觉得出来讲比较好啦。为什么要拖嘞？因为你这样电话讲，我 feel 不到，我 feel 不到你。我坚持了，你还 feel 不到？我真的要哭了啦！我一个女孩子这样子跟你讲这种东西，你不可以这样的嘛？你不喜欢你就讲不喜欢呐、啊？为什么你要这样拖来拖去？我知道你是不是要到过后才拒绝我？就你拒绝你，我是想你不要无理取闹这样，你要稳一点，你不要这样。OK， 你讲到完了，我跟你讲，你知道为什么会打电话给你吗？因为我知道你喜欢我的，对不对？我知道的，你不要再讲讲了啦。你不是很 steady 的人来的吗？啊，每天拍咚咚咚，好像很厉害这样。讲啦，喜欢都不敢讲啊。因为我是很担心你爸爸那边。其实我爸爸也有在这里。啊。对。他听你跟我讲话。Hello。Hello。Hello， 明智啊。Hello， 安哥。Hello。Hello， 安哥。你怎么要背着我？这样对不起我，你答应我要好好照顾他的吗？我没有跟他一起嘞，我只是他刚才跟我讲东西，我是叫他要冷静这样子哦。
不要这样乱乱讲。对，他没有乱乱讲，他只是跟全世界在听 My FM 的人讲，他是对你有一点点感觉的吧了吗？ Hello， 明智，这里是 My FM 线人专家。哦，感谢这个节目呢。我不要孤立啊你。你不 steady 啦你！我不 steady， 哎，伤了我的心。我整个事业场这样跟你告白，你，哎，女神呢？跟你告白了，你不要假假，你没有心痒痒这样。我啦，丢脸呢，又叫哭嘛，这东西。你再打来一次啊！你再打来一次。哦，会播的，恭喜你啊！我一直都有听我的节目的嘞，我哪有听我自己讲？啊、哦，是哦，再空听多一点呐、啊。啊、OK OK OK， Thank you， 拜拜，拜拜。